资深演员胡宏达这次要挑战街舞，总是保持活力的他，就连踢脚都充满干劲。但秀文老师的看法是，腿很有力，但是他比较不懂得放松，所以我后来就是想办法让他能够习惯用他的腿去做弹跳。我踢得蛮有力的，但是用力不正确，你不应该是由上往下踢，应该是由下往上的时候踢，它才会显出它的力量跟它的速度。然而要跳好街舞，除了要具备体力以外，还需要用到全身的肌肉，这也让不常运动的胡宏达在练舞时吃足了苦头。哎，对，你胸要很多，对，又要抽筋。一些以前我们不常运动的地方，这次都用到，突然大量的用它的时候，就会造成局部的抽筋。除此之外，为了让舞步看起来更为优美，秀文老师还要求胡宏达肩负拖把的棍子来矫正长期驼背的问题。我让他拿了那个拖把背在那个背上，他就说我大明星耶，然后他叫我背那个拖把能看吗？纵使心生抗拒，为了在比赛中能够拿到好的成绩，胡宏达还是不断的拼命练习。身为12位参赛艺人中最年长的他，能够异军突起夺下 MVP 宝座吗？我是胡宏达，这次我跳街舞，不管体力，不管舞步，任何点我都不会输人。我这次参加第三季武力全开明星舞王舞后争霸赛，我是抱着认真严谨的态度，享受音乐，享受比赛。谢谢胡宏达、胡秀文老师带来的街舞表演。